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阿呆，你知道为什么找你过来？啊？看我面带，我们两个面露诡异的微笑。为什么今天不是柯P跟泰山搭档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来。因为那根柱子是不是？你现在是拍柱子还是拍车？今天终于遇到人家来估这个2011年的野马。哇！柱子，啊，终于遇到了。哎，你有没有叫苦瓜妹顾好泰山？如果他轻举妄动，要先跟我们讲。你有没有叫他拖着他，不要让他上来？拖着他，怎么拖？怎么拖？怎么拖？你都回答了，怎么拖？就是拖啊。嗯，想办法。拖了就拖。拖了就拖啊！就找伊娜唔对，无啊！伊讲啊，你干嘛拖伊个青牙啊？啊对，我这也是种方式。请你放尊重一点，对吧？我对女孩子没感觉。啊对，穿好，请穿好，请穿好，天气冷，以免着凉，对吧？啊哎，要加通把风一下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看，先帮他处理。我们先看车怎么样，车况好哦，没有什么好讲的啦。客人现在在里面等呐。我跟他讲，你不要想走了。客人，我现在叫你两个人压着他，差了几元了呀？对对对对，现在就是剩我们看完进去跟他讲好，就是叫他车要留下了，好不好？对吧？哎，妈的，这一次再弄不到他，倒霉掉我。你像中间的呀，你像都贵的名啊，不是没有讲的呀。好，先看车啊，来来来。哎，我没看过这旧款的，2011年的哈，野马，来来，看姐，2011年，哇塞。3797立方公分，好，好，看一下车。哎呀，哎，你哦，你要亏哦，知道？赶快啦，赶快拿去啊！我跟你讲啊，真正的男儿就是要买自吸的啦，3800自吸款，好不好？哎，先赶快的，先猛弄的，快点，哇，有没有？好，还没坏，好，帮他省一条，有没有看到这個？有没有？像不像？哦，这引擎盖一定很重，真大的。我们帮泰山哥、泰山小宝贝鉴定一下车款。啊，这么娘的人要开这么 man 的车，我跟你讲，哎，你有没有看过你要卖多少是两个腮乎同时在估的？啊，你有看过我们两个亲自合体过吗？没有吧？你就知道我们对泰山小宝贝多好。有啊，我家己的车嘛无。哎呀，家己的车嘛，家己看哎。哎，这无高啊呢。你看哦，它这个旧款的野马的引擎盖，它直接折进来，有没有？它这边折进来没有胶，对不对？可是它正中间这里有，嗯，有没有？它这里就有封一条，有没有？好，可是侧面就直接折进来，所以我们在讲说，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折进来啊要封那一条吗？看小师长知识，因为它这个边边啊，注意干掉哎，含住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哦，你在干嘛？这边就是生锈，所以贴这个封胶，不要让水停留在这个缝隙上，比较不会生锈。哦，哇，哎、欸，你要卖多少？估到现在没有开过水箱盖，他真的是有认真在帮他看呢、欸。当然了啊，无迄人吼，那边都在怪东怪西的，怪东怪西，怪东怪西。哦，啊，这无好，迄无好，伊歪歪，这个不知道会找到什么理由。哎、欸，你看，啊、哦。一台眼镜两点钟大过瓢啊！啊，你今天个大姐的小事还跑来给你，能不能来打？看呀，这个有多少人处理过了啊？一个引擎已经贴了两家厂牌的标标啊了。哎，这零件是几寸啊？细粒嘛，那个甜甜圈啊。哎，这还19的呢。对啊，马牌、欸。马牌。我靠，野马用马牌，18寸的啦。18寸哦。加我235。23550。哦，足高的啊吼。所以这应该是我要理账。看到我用这盖，哇，足大粒啊，都让它打洞啊，都让它断啊，样啊。对，这个要。哪种的？这个要换到20，好吧？叫他自己花，叫他自己花。叫他自己。叫他自己花。来啊，阿呆，你猜有没有电折？没有吧。真正的男儿，对不对？是连折都不能折，嘿。啊，我够电哎。哇、啊，连折都不可以折，我都折固定的啊，没有地方折啊。我跟你讲，啊，不是，我跟泰山如果开这个车哈，我保证他一直在修把固定啊。真正的男儿就是一直把它撞断。哎、欸，这么不没有封胶呢？对啊，我看我换螺丝有套。哎、欸，阿呆看一下冷光的，啊，像你那个还要改，人家不用改，里面都蓝灯。你要不要来一台？你不要乱许愿啊。你不能许个愿嘛？很像那个飞机的那个，有没有？那要改，那给我。
321有没有？真正的男儿就是把字牌当手牌开。阿丹，你知道，从一档推二，再推三，再推一啊，把字牌当手牌开，你看冷光的，你看冷光，对啊，仪表板是冷光的。他好烫哎，好烫啊，故意。哎，这不拉把、啊，哎、欸，那引擎怎么那么小声？我吹看看哦。啊，我刚好怕爱干贡，阿呆都比较大声，阿呆你他比我小声，哈哈，我们比要买的还开心，为什么？我们讲了一整年，终于妈找到一台车就要弄了，电话啥？好烫啊，没换开关了、哦，加了，哎、欸、后面没有，没有按钮、喔，没啊，我要看啊，底下贵啊，这个 Mark 跟我脸一样大，有没有？好大，酷死，啊这刚好水流灯，这应该都没啊吧？水流灯来，水看的呢，应该是无啊。哎呦啊！哇、哦！哎、欸，你在水看下？哇、哦！有哎，有啊！哇、哦！帅嘞！阿呆，改什么水流灯啊？人家就有了。虾、啊、皮买，哎、欸，这卤素哎嘛，现在呢，有这个卤素哎呢，帅！哎、欸，双出哦、喔，已经双出哦、喔。啊，阿哥你站住，我听话嘛，来哦、喔。过来啊！哎，后面听其实还不错哎，可是还可以更狂野一点。你看它这个完全全部都没有防水胶，完全都是只有折进来而已，对吧？哇，啊，里底金色的哦，哎呀，无备胎哦，无啊，啊是这备胎剂耶，啊备胎剂，备胎剂吧，嘿，伊叫一个迄个碰不过去啊，哇，你看它这里画一个泵子，有没有？补胎剂的，这个应该是打气机吧？看呐、啊，靠近呐、啊，无碰布啊。那里面金色的，有没有到？我第一次看啊，看你问我，我第一次看，你靠腰啊。所以把计划爸爸第一个看到自新款的野马，我有买过新款5000的啦。哎、欸，这是啥？天线呢、啊？哎、欸，好像是哦、喔。应该天线吧？我在看，这有一个塑胶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我猜是天线呢、啊。啊，不晓得了。啊，其他垃圾不是一些都来够。虽然脏蒙脏，外表好像还没有什么伤呢哈。对，还可以哈。你看位置多大，以后泰山就可以载她男朋友。果真是男儿的车啊！椅子坦白说，这个皮看起来就有点廉价，有点粗糙。虽然它有车白边，可是皮很粗糙。好啊，搬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干杯啊！你讲这问泰山小宝贝指定款，你不要太夸张，我们就买了。哦，后面还有个灯哎，有没有？它中控台有个气氛灯。啊，哦，表演，这是四人座吧？对啊，四人座，我上去看看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三小、哦。来六三，冰箱。A U S 啊 ，U S B 啊，这上刚刚就比过。就置物空间了那样。啊，表没被架，没呢，没被载人呢。还不错啦，内装还不错，黑屋顶的。有没有？它这全部都蓝色冷光，好漂亮。我觉得这排行榜最帅。哎呀，哥，你无来立熟姐，看会蹲无？我来。我想再认真买啊。要不然这个到时候我买了，泰山跟我说我不要啊，我不行啊，我太多了，而且我不喜欢野马，野马还好。巴库，哎呦，无嘞，他怎么不会蹲？无啊，无啥蹲，没有，整个好，买了，小声一点，不要被人家听到。好了，我进去跟他买一买，好，看他卖多少钱。啊，他用防滑嘞，而且有防滑嘞，对啊，啊现在给我关起来。按个那个甩尾，这个啦，我刚看到一个东西，我想说是什么东西，你看掉？哦，顶烟器啊。对啊，卖顶架。对啊，那怎么插在这里？对啊，很奇怪。还蛮奇怪的哦。哇，你这杯架吗？是原本的，是原本的啊。自己装的，原本的。原本的啊。原本的很帅。这么帅哦。哎，刚才卖五十的。一个五十。跟我借介绍。我蛮知啊嘞。蛮没关系。一个五十，真正话的。我知，我知。这真正敢真正无一两百万吗？啊，一定是百贵的吧？哎、欸，伊这是惊麦还是时速的？麦啊，哦，160迈的吼，最快。160迈的，李亚拉，李亚拉，这到底有这行情？里程数是怎样看？有啊，咱拢无看走偌济，干这里程数是咩？干干走偌济，唔知。十万呐、啊，十万迈，十万迈是偌济？我看是16迈就16万，哎、啊、对。无啦，人是 km 啦。啊，对啊，是公里啊。啊，不是卖啊，10万 km 吗 ？km 是公里了。哎呀、啊，10万公里啊，以前也才屌呢。我操！哇，看拢无拢英文呢。123，哎、欸，怎么？买卡的呢？颜色可以调啊。表的颜色，哎、欸，在算呢。哦哦
哦哦哦，哇！再来一次 ，Turbo！ 哦，泰山熊矮，笨台线，机线。可是中间不会变啊，笨。对啊。哦，外圈哦。哦。有，中间是红的。是背下哪款啊？哦，是背下也变颜色了。嗯。全部变了。都变嘞。哇，这叫唐胜啊哈！你看他生颜色的，生个鬼眼嘛。就是哦，伊就高潮啊。哎，就高潮啊。哇，中控台袂变，可惜哦。哎，无你试看好赛无？好啊，试看嘛。赛一年，哎，试看好赛。啊，你去调我来去赛。啊，我会使抓到一挂毛病。嘿，毛病啦，我来改换。差异的对无？这啊，这个仪表板可以换颜色就可以买。现在拢中网帅啊。啊对啊，全部。哦，你看迄喇叭一个敢若面盆啊，你看。哈哈哈！哦，你喇叭真的是什么？有多大就装多大。你赛看见见，瞄见瞄见瞄见。走，试车。太安静，太安静了。你说我太安静了？我想说车子太安静了。哈哈，隔音还不错啊。啊，他其他充没处理了。其实我开车也喜欢低一点。你喜欢低一点？对，虽然看不到路，可是爽。低一点过弯的时候，才不会人还没变轨刚刚。以前都没办法，以前有油温表、电表、温度跟那个机油，那个汽油就不用讲了。然后机油表跟电压的。双，哎，两项而已。好，扣钱。啊，我们要走。泰山的，买伤贵，伊都哀叫。像泰山嘛，唔知影偌济钱啊。对啊，他也不知道你。对啊，假设买60万，他也说哦好可以。买30万，他也说哦好可以。可是我觉得2011年的这种车，我嘛不要讲嘞。我觉得50万应该也差不多吧。我个人觉得啦，但是路小的如何嘛？当初应该也是100出吧，130万。哎，你敢换？你敢想？我的03年才20几万。嗯，啊，这2011年差几年？8年，差8年。啊，对呀，啊，一年多个2-3万，这样加多少？哎，大车不只是这样的，扣钱都扣比较多啊，加2-3万而已。如果加三万，8年380万，24，40-50万差不多啊。阿呆对不对？我这样算对吗？对啊。哎，你再别想修，我告诉你，车买有造诣。对啊。哈哈，每天都在等这一天。对啊，人家看到他的时候，表情一定就送了。哦，终于的美梦，自己想的车终于来了。哦，真的，美国车什么都大，排档也大，喇叭也大。哦，啊，这方向盘也蛮大的。啊，这 BB 你看，这个像我讲弹出来，这个比较厉害，一只马在脸上。给我弄他掐嘞，我们只能试的是什么？看水温有没有压开来啊。方向灯真的很帅，所以水流灯是他们开始的吧？对啊，可现在带就没有。是哦，现在大家要买5000的才有。大家要改5000的。对啊。一部档位开关了，不写啊？对啊，他没有写，他没有写我开打到哪里？他要怎么扣钱？有了，我刚开，你注意听，后面有一个扣扣扣扣的声音，你注意听。可是有没有很明显？不晓得车主会没有发现。入档还不错，他不会顿挫哎。他引擎脚真的比较麻，可是入档又不会抖，哎，很厉害。应该这引擎脚应该蛮多支的。扣钱，我油高不低啊？哦，那弄别家弄油高低。别加，哦，总觉得好像还好而已。啊，自然吸就是这样啊，没有很猛啦，可是就是会还是可以的。可是我觉得啊，今天 B N 七修嫩，太修嫩，特别啥？对啊，扣钱。嗯，扣钱。如果刚刚准呢？对啊，终于车来了。今天修嫩对吧？喝帅吗？嗯，这不是我爱的了，可是我觉得开起来感觉还好啊。这个应该在高速公路应该比较爽。直线加速应该会比较好。哦，刚刚那个距离还太短了。对啊，应该随便开，这个开个100以上应该就会更好开了。但是这部 HIDA 嘞，靠近卤素的啊，我觉得这个卤素就这车要出来白色的灯光才会胖，开个派。以前电费拢会使改吧？改较新年诶。现在还有那个日行灯啊。对啊，叫他弄一下。我们可以转一些图片给泰山。这个车不是有那个好像雾灯远远的这样？你去找那个灯呢，我去找铝圈。白气管不用了吧？白气管不用了。他到了呢。到了啊。那扣什么？有啊，卡卡卡卡有声啊，这避震器啊，冷修球，哎，然后我改啊，这边蛋卡，这边蛋卡。高端啊。啊，对啊，这个对啊，为什么不是 HID 的？我跟你讲，那小哥讲的，头家都要考啊。这什么情形？有人来看车是看车。
哎，高车嘞。怎么一出去回来就多了一台 ST Line？ 那这个配上会选哪一个？当然是不能选啊，小孩子才选择，两个都买了。我刚开完了嘛，哎、欸，我刚刚有看到这个啊，可是我想说它原本可能有先领，有没有？结果它没有先领，这镜头吧，这有个镜头、欸，可是里面没有啊，对吧、啊？哎、欸，你看、啊啊，你看这鸽子掉了，有没有看到？麻麻的，应该拍得出来吧？扣钱、哦，对，扣钱。我老头给讲哈，搞不人买好啊，人民讲人交好啊。哎、欸，有参考不？有哦，上面，给。那个、啊哦，我看开刚刚已经很干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想办法拖住它，已经干了。我研究了、就是。避震器跟他真嫩哎呢，对，我跟他准呢，啊，车架就够有声啊，底盘有声音，对啊，好，哇，赞，对吧？这避震器无你话俗，对吧？现在严，啊，有镜头已经无电池啊，减三万啊，有镜头无电池，啊，电池完在里头，我唔知，有镜头我找无物件啊，连镜拢无啊，迄敢袂流媒体嘿？无线啊，拢无机啊，哦，我来处理，交给我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当个鸽子嘛，赶紧去调起来。哦，你看啊，阿哥，阿都车拢无洗嘛。哦，先不就先，啊，对哇，哎呀，咱今麦利用白嘛，对哇，黑色现在妈棉药，对不对？而且也没有贴直线，泰山车都是贴直线，哦，对啊，妈野马就是要直线啊，对不对？雪碧，要雪碧你哪？雪碧你无赛道狂人，你无看？哦，那是也还没来，那去看先啊，蔡皮巴，还没来吗？还没，隔天来。好，我们去看完你隔天来的，哇，好可怜的，好的，没关系啊。最近还有两个来上班，伟牙没知道的，伟牙啊，不然没来熊猫猫变啊，伟牙后再看下，哎，看冷的，哎呀，先冷的，看呀，好，我来处理，这交给我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就是直接给他处理下去了，好，多阿玲注意汽车，过几家 ST 来来过，要不要顺便拍？啊，你不知道选哪一个？ST 啦，我都已经买了几台了，他都没买，就代表他就是我给侬一次就是要上个，这次不理他了啦。特别 ST 啦便宜耶 ，ST 啦随便他不用七字头。哎呀，哥我处理了啊，处理啊，两台拢买起啊，无啦，一台过去处理啦。哎，两台福特，你从这个角度过去有没有？哦，这个是不是就可以符合一个打卡的一个角度？这样过去有没有？对，两台都黑的。等一下，我那台顺便处理，可是这台先处理啊，来先做结尾。结束了啦！我跟你讲，我就是要跟他买的啦。哦，但是我当然没有透露出来。我就说，哎、欸，你这个排气量像一月呢？哦，对，我爱缴。买回来过户我要先缴呢，对不对？就是一笔钱，所以已经先扣一个月起来，又扣了2000多。避震器四支，对不对？两三万总要吧？哎、欸，野马呢？你这个野马，我就说您这个野马这么高级，不是 Focus 呢？如果避震器四支15000是看不起你呢。一直在15000啊！对啊，一季都要15000啊！你这高级车呢，对不？好，要不然为了不惹你生气，这一支就是15000。好了，反正最后我跟他买450000呐、啊，啊，这个回来加税金弄一弄，应该也差不多40-50万去了啦，对吧？对，这过户弄一弄啊。然后，哎、欸，阿克，我是打算哦，那你车买好，先塞水里停，买泰山款。啊，真哦。啊，这个美容可能没有办法在我们公司做，去给人家做。啊，在公司做的话，哪天来上班打卡？哎。对不对？不要让他知道。然后阿呆，我跟你讲，我交给你一个任务，去那个想办法把泰山的双证件拿出来。你很简单，我都已经帮你想好了。你就说会计说那个公司要保团保，要你的双证件。好、哦，啊，把他双证片出来，直接就过他名字。好、哦，然后我到时候我再附上一个那个卖身契给他。好，跟车的资料一并交给他，这样好不好？那今天的这个你要卖多少？哦，2011年的 Ford。Mustang 3797立方公分，我们收入的价格是45万。好，那接下来就看我们怎么把这台车想办法强奸给泰山，好不好？一定爱。啊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要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好不好？多留言，多留言。对，对对对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哇、哦，竞赛组，竞赛组。哦，我是竞赛、啊，快撑不住了，快撑不住了。刚刚苦瓜妹说她快撑不住了，她说该脱的都脱了啊，没有东西可以脱了。好，开去藏起来，开去藏起来。啊，我继续。已估这一台，已估哟，好、哦，我们已经已估一台，我看连二拉二，好不好？我处理这个连二拉二，我要继续去拉了，拜拜。好，我先来去停车场停好了，先走了，不然叫看到。Losses, I don't do lipo. A few screws loose in the head, I'm a psycho. Promise you the bar, just as real as the bike though. Misunderstood, you can call me a typo. I shine hotter than the stars in the night though. Hate the who's, don't give me a title. Flipping in that set, so I don't
more than viral. Gotta be something way more than idol. 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